好处也是啊，啊，这首嘞吼，这首伊的节奏比较特殊，我们称为不粘体，哦，那边称为不粘体。我这跟同学讲，跟小朋友讲不粘体，同学小朋友听不太懂，那我们不用特别说就好了，我们就这样子，2424，这个在古代有流行一种2424的摇头点。我们以前我们大部分都是2442422，啊，这里是2424，从土地分无数，哦，本来就是没有数，啊，明镜哦，明镜一归来，哦，分来分一分，哦，那就要来，哦，那就要来拍着声，哦，拍着声，欲做欲。玉做成冰，好提，有人叫做提了话音，哦，提起，我给你提起，哦，好提也没有关系，歌跟科哦，这两个音没有关系，有送气有不送气，好提本无事，明镜亦归来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哦，那因为这个。这个佛理是比较深的、啊、以后我们跟师父请教、啊、为什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归台，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，本来都没有什么事情你为什么要发脾气，本来都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为什么人要堕落要去学坏、啊、本来我们是自信非常纯净非常光明的，我们本来会很快乐、啊、本来是不应该有那一种不好的东西存在，你为什么要去执着那个东西、哦、这个讲起来是非常深，我也不是很理解，你小朋友可以多跟师父们请教、哦啊、不过我们是从朗读来看、哦、如果用国语看、哦、菩提本无树，可见的摇头点在这里，明镜亦非台、哦、然后本来这个节奏点在这里、哦、何处惹尘埃，然后韵脚在这里埃埃、哦这是大啦吼，这边带完来打，哦，这边无声，哦，啊，这边一声哦。好，我来，吟这一首，吟唱这一首。